位正妹想问一下呢，正妹下面有除毛吗？嗯，有。那想问一下是全除吗？全除，全除。那要不要跟青柳分享一下呢？除毛的优点？就是比较干净，然后比较舒服，然后男朋友比较喜欢。哦，男朋友比较喜欢是怎样的喜欢法？就是可能一天很多次吧。哦，很劲爆哦。那要不要跟我们镜头前面的台湾女性朋友推荐一下这个？就是这样子比较舒服，比较干净，然后我个人很推荐这样。很推荐，耶，赞。